我现在把任务输进你们的大脑，你们照做就是了。好了，请干活吧。 去做吧，抓紧一切时间，你们去做吧。哎呀呀呀呀呀！哎，这不怎么没声了呢？哎，什么都没有了，就说这些。看来这傻妞呀，也并没继续帮他干事啊。 不管怎么说，也不算什么坏事。是，这从表面上看呀，也不是坏事。要让陆东宇，不可能帮他。可惜呀，傻妞不知道咱们的计划，那否则肯定要想尽一切办法，把信息啊给传输出来。我说朱哥，你太小看这神秘人了呀！你当他傻呀？啊？ 他一定会把那些重要的信息删除以后，才让他们俩回来。嗯，周末还可以休息，看来这活不是一时半会儿能干完的。其实，这神秘人呀，也不希望陆东宇知道这件事。他只希望让这个张赫啊，一点一点把这事干完。现在不一样了，这话送不是接手了吗？而且还要说搞什么环境。 他那是没辙了，所以想把这事儿尽快做完，所以才让陆东宇和傻妞回来帮他打工的。还要冒着被陆东宇跟傻妞发现的危险。朱哥，从现在开始，你要认真的监听啊！他们不是在洞里吗？早晚会听出什么新线索的。啊！哎呀，这难度也太大了！你想啊。 让我去监听，那我得找地儿能听得清楚，而且又不受打扰啊！我上哪儿找这么一好地方去？哎，有了！啊啊，哪儿啊？那儿啊。 大夫，你这还能不晕吗？你这属于三高里的高级病号。 啊！哎呦，我的天哪！大夫，那你说，我能不能住院呀？啊！真讨厌，干嘛非要住院呀？人家急嘛，住了院就有人来看我。 我这身体呀，哎呦，哎，小姐姐，我要有事儿，我怎么找你呀？你按这个铃，我们就来了。哦，啊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哎。 身体啊！先生，怎么了？我就是试试，真想了，哎呀，真管用，这姑娘长得还挺白。
哎呦喂，你说小谦这小子吧，这可真是的，他快急死我了，你怎么弄啊？这楚楚这孩子越是这样啊，我越觉得他仁义。嗯，那孩子真是不错。哎呦，哎呦，怎么了你？怎么有点晕？又头疼了？啊？不是晕，我晕。要在家里呢，走，赶紧回家，赶紧回家。快到了啊！快呀，刚结婚。其实本来我是不想这么早结婚的，但是我顶不住啊。对不起，你说还能有谁呀？当然是我妈了，一天到晚催我结婚，我开始也没在意。哎，后来有一阵说是自己脑儿疼，去医院去检查，回来说是脑瘤。说想自己在自己有生之年见见自己的大孙子，你说我还能顶得住吗？我只好就接了。谁知道我刚结婚不久，那天老人家告诉我什么？说是误诊。你说这事闹的，哎，对不住，你说，哎，是啊，这话怎么说呢？真是，哎呀，哎，爸妈，干嘛呀？你这是？嗨，我这我妈头又疼了一宿，我带她去照肠片子。哎，啊，我送你们去。不，你上班挺忙的，有什么事儿咱们再联系吧。对，你爸，我带你妈去。你爸带我去就行了啊。哎，爸，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啊，爸。哎，好嘞。要不你先出去，我跟大夫谈啊。为什么呀？不是为什么，没什么事儿，你放心吧。啊，你咱大风大浪都闯过来了，不是吗？没什么大事儿，你让我出去干嘛呀？这，哎，会不会像楚楚似的弄假成真呢？不会，肯定没事儿，没事啊。走，你先，快。哎，外边等我啊。没事吧？一切正常啊。一切正常？不，大夫，老人家您再去好好看看，别落下什么。你这人真是，你是不是非得让我给你看出个什么毛病来？不是，哎，那他为什么老头疼呢？应该是神经性的，我给你开点维生素。他真没事？真没有。那谢谢大夫，谢谢了，大夫。不用，这个太好了，谢谢啊，谢谢啊，谢谢。怎么样？老头子，千万别这样，没事儿的啊，这人早晚都得走这一步。等我走了之后，你就再找一个。你上哪儿去啊？我。你刚才干嘛呢？大夫说你什么事儿没有，一切正常。一切正常？你这么抱着我，整的我。不是，真的，一切正常。我说，你琢磨琢磨，如果你要是真有问题的话，我不得编好多瞎话来骗你吗？啊？那倒是。哎，不，哎呀，你刚才吓死我了！我刚才这么一激动，没控制住。你就不应该让我先出来。是。以后不许这样啊！你这是属于故意是杀人。不是，老婆，咱判一死缓行吗？让我再多陪你两年啊！行，原谅你了。哎，小倩电话。那你就心情很沉重的告诉他说没事儿。哎，不过你说没事儿的时候，那语气里边一定要显得有事儿。我这还真有点难度。那你就想点难受的事儿，酝酿一下。行，我试试。难受。我难受，你再难受一点，难受不出来。行，喂，爸，
那个检查结果出来了吗？出来了。没事儿。没事儿啊。不，大夫怎么说的呀？大夫说，大夫，哎呀，反正大夫就说没事儿啊。那个，可能说这两天着急上火了吧？你放心吧，没事儿，儿子啊。不是，我妈呢？你妈？一号。啊，那什么，你妈上厕所了啊？不是，儿子，真的没事儿，你上班吧啊，没事儿。不是，哎，已经都打完电话了，怎么还出来吧？哦，老婆，你活着还真好。哎，你刚才想什么呢？你是不是真的想我已经死了？不是不是，那怎么这不是演戏呢吗？那个演戏你就把我牺牲掉了啊？哎，怎么样？我刚演的像不像？还不错。哎，不过这小子可贼着呢啊，他肯定得怀疑。对，咱得想好了下一步怎么办。甭管他怀疑不怀疑，我告诉他也得看这片子。他看得懂吗？他不会找人去看呐。哎，咱还得真找一个脑瘤患者的片子，而且一定得是癌症晚期，而且已经死了。就这么办。对。就这张片子，要是一切搞定了，一定把这小子吓得半死。那咱们要这样做，是不是有点太怂了？是有点损哈。不过，这不都为他好吗？如果小谦儿跟楚楚他们俩要是真结婚了，哎，再给咱们俩生个大胖孙子，哎呦，那咱俩可太幸福了，是不是？我听你的。哎，他来了，快，赶紧出去吧。爸，哎，我妈呢？她有点不舒服，就床上躺着呢，我让她睡会儿。好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爸，你跟我说实话。我说的就是实话。哎，干嘛？爸，你的眼睛告诉我，您没说实话。哎，我说你这什么孩子啊？你非得把你妈说出点病来，你心里才踏实呢，是不是？你怎么这样啊？你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我这怎么没跟你说实话？没事，你说我这本来就头疼，你们在这儿嚷嚷什么呀？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？不是，我刚才我说让他把楚楚请到家里来，咱们给楚楚弄顿饭吃。这小子还推三堵四，他不干。你这孩子你怎么这么抠啊？你说你不是我什么孩子？你小强，这就是你不对了。你看看人家楚楚为了你吧，得了那么大的病，你说你把他请家了呢，我跟你爸给他做顿好吃的，这我们也安心呢。不是，你别那么小气啊！明天就把他请假了，听见没有？啊？行。哎呦呦！哎，你看我这一急，我这头又……哎，又头疼了。哎呦，这一着急……坐。来，我说行。不用了，有我呢。这一着急就不行，我得……好。你赶紧躺那歇会儿，我给你找药啊。装的，听见？你差点把我也给蒙了。请进。
这是昨天做方案。啊。啊，对了，叔叔。爸妈说啊，让你晚上去我们家吃个饭。好啊。怎么不高兴啊？就吃你们家一顿饭吗？妈，不是，叔叔，我怀疑我妈得了什么重病。你别瞎怀疑啊。你不知道，他们俩从医院回来以后，我老觉着我爸有什么事瞒着我。我问他吧，他也不跟我说。阿姨知道吗？他连我都不告诉，他能告诉我妈吗？得趁他们不在的时候啊，偷偷找找，看看有什么线索没有。是，对。嗯。喂。哎，小倩儿，你问问楚楚，他想吃什么呀？我待会儿啊，跟你爸就上街给他买去。啊？哎，行行，我问问他，问问他啊。哎，你也没管吧？哎，哎，妈问你想吃什么？这俩不好买的，让他俩去远点买。什么难买呀？我想不起来呀。想了你都想啊，赶紧的。我想，我想，我想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。哎，对，那个鼻涕。你恶不恶心啊？这么疼你还吃鼻涕你？你才恶心呢！鼻涕，圆的，能吃的。还有这种东西呢？哎妈，哎哎，那个楚楚说他要吃鼻涕。鼻涕，鼻涕。啊啊，我知道知道。哎对，还有那个菱角，菱角。啊啊，对对，还有那个叫菱角。菱角。哦哦，好，行行行，那我待会儿就跟你爸给他买去啊。行，就这两个东西够他们跑一下午的了。哎，你说这俩跟咱们耍什么心眼儿啊？想吃鼻涕、菱角，这得把咱们打到多远去给他们买去？哦，他们俩好回来偷片子。那好，咱们就把这片子藏一个他们容易找到的地方。不行，这得搁一个他不容易找到的地方。哎，你琢磨琢磨，要是容易找，不显得有点太诚心了吗？哦，对呀，还说老头子老谋深算。走走，赶紧。这屋啊，是一点线索也没有。叔叔肯定已经想到这儿了，他不但防着你，还防着阿姨。说的不就是吗？啊，他既然防着我妈，这屋就不可能有线索。要不然，你去客厅找，我上我房间找去，好吧？走走走。你找到了吗？我也没找到。情况不妙啊！病人知不知道？还不知道。对了，不能告诉他，现在这种情况，哎，放化疗都晚了。那还能活多久啊？如果他不知道的话，还能挺个一年半载；如果知道了，两三个月都熬不过去。
你先别那么伤心嘛。大夫一般都会把病情往重了说的，说轻了他们是要负责任的。你知道，有很多被大夫判了死刑的癌症病人，最后都活得好好的。这就是叔叔为什么不告诉你的原因。小千儿，你一定得打起精神来，装的什么都不知道，千万不能引起阿姨的怀疑，你知道吗？我跟你叔叔啊，给你买的好吃的。怎么买这么多呀？啊，灵柩、鼻涕。来，你的鼻涕。你真恶心。啊，叔叔阿姨不知道，今天他问我想吃什么，我说鼻涕，他就说我恶心，说哟，你这么大人了，怎么还是鼻涕啊？这小子从小到大呀，还真就没见过鼻涕。真没吃过呀？别说没见过了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，你怎么想的？哎，我们老家到处都是这东西啊，谁知道你从小连这都没见过？哎哎，老陆，你看，哎呦，多可爱呀！哎呀，太好玩了，是挺好玩的哈。哎呦，哎呦。哎呦，你看你妈又头疼了，你看这事儿闹的，哎哎哎呀，你们坐啊，赶紧回去吃药去，快快快，快走啊！你们坐你们的啊，走，先生，哎，我身体要不，我受不了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回家。我们说好的，一周工作，周末休息。现在是星期四，还有一天。可是冬雨现在需要阳光。你知道对一个人来说，总见不到太阳是一种什么感觉吗？我知道，我不是也如此吗？那你至少应该让他出去透透气呀。哦，就是现在出去了，你也看不见太阳。现在太阳去美国了。我们可以飞到美国晒太阳，一会儿就回来。不要吧。我们还是再坚持一天吧。我们只是利用吃饭的时间，不会耽误您的事情的。我不是计较时间，我怕节外生枝，你懂吗？张赫说的真对，他真的连周扒皮都不如。周扒皮，这事说过了，我们不是一波的。回来。陆冬雨，好好管管你的手机。先生，你哪儿不舒服啊？我也想不起来我哪儿不舒服了，想起来我再摁你吧，你先忙。
傻妞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傻妞不能带给你阳光，但是傻妞可以带给你一点点月光。傻妞，谢谢你啊。你是小千哥哥和楚楚姐姐的孩子，傻妞有责任替他们照顾你。哎呀，多么一往情深啊。哎，你们别一往情深了，你们差着辈分啊。马先生，明天我们会继续为你工作的，我们只是利用吃饭的时间出来见见阳光，可以吗？天哪，去了好几家医院。看来你妈就这命。一病吧，昏迷了好几个月，好不容易治好了，我以为他出了根儿，这才几年呢，又得了这病，上来就是晚期。爸，你别难受吧。爸，你别难受，我求你了。倩儿，你知道这几年老爸最大的欣慰是什么吗？就是没跟你妈吵过一次架，犯过一次罪。这么多年吧，我让着他，哄着他，爱着他。其实你妈更是让着我，哄着我，爱着我。我一直就想，如果我们俩不吵架，不拌嘴，他可能还能多活几年。爸，别难过了你，你对我妈够好的了，我妈要什么你就给我妈弄什么。以后您没什么遗憾了，您别难过了吧，啊！不是，其实老爸做的还不够。其实啊，我知道，你妈最想听那仨字儿。哪仨字儿去？就是我爱你。爸，我求你了，你就跟我妈说吧。不能说，不能说呀，儿子。咱又不像外国人似的，张嘴闭嘴就这仨字儿。就这一辈子，我都没跟你妈说过这仨字儿。我记得好像就这时空连线的那一次电话，我跟她说过一次。这臭不冷的跟她一说，她肯定怀疑。大夫说了，不让告诉她。这她要知道了，对她的病肯定不好。那别告诉她了，就儿子。其实你妈
最大的心愿不在老爸这儿，而在于你。他呀，一心里想让你成个家呀，娶上媳妇儿。儿子，我知道你现在也长大了，这些事儿吧不能强迫你。这个老爸绝对不是说想让你结婚的，给你妈冲个喜，那都迷信。我就是觉得吧，如果你一结婚，你妈一高兴，背不住就多活两年的。他真想让他多活两年呢。多活两年。妈。怎么了？你哭得那么伤心，你心里边是不是真的当我得了癌症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看你跟儿子哭成那样，我觉得我要是不得个瘤啊癌的，我都觉得对不起你们。胡说什么呢这是？啊？那你骗我呢？那不是演戏呢吗？你比周润发演的还像。还周润发呢？也就是你觉得我能演过周润发？你都能得演员奖了。嗨，还演员奖，这不都为了儿子吗？啊！你害得我，我以为我真得癌了呢。要得癌也得我得呀，哪能让你得呀？是不是？啊！哎呦，怎么还哭？没哭痛快啊？来来，接着哭，接着哭。洞里有什么进展没有？唉，如果到现在都没听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。哎，你跟赵氏关系怎么样？费了大劲了啊！你听我说啊，那天我正扫楼道呢，我就知道他要来了。哎，大哥，嗯，你钱包掉了。哎呀，哎，哦，谢谢谢谢，那应该，来，谢谢了，谢谢。你陪着我，要我陪，来，看啊，哎，终于可以回家了。马先生，我们这段记忆又留不住了吗？你要这段记忆有什么用啊？没有用也是我们的记忆，你没有权利拿走。我现在只想出去见见太阳。等等，带走你的垃圾。
哎，等一下，把包给我。好了。有一个人炒了一锅豆，炒完之后往盘子里一倒，正好一个盘子里是绿豆，一个盘子里是红豆，为什么？一点都不好笑。你还没说为什么呢。那人只炒了俩豆，一个豆红豆，一个豆绿豆。你听过呀？那换一个。从前有个人，他还是在炒豆。爸爸、姐姐，你们去哪里了？怎么走了这么久？我们去了多久啊？你们去了一个星期了。一个星期？我们去什么地方吧？不知道啊。你们去了什么地方都不清楚吗？他为什么要删除我们的记忆啊？太过分了。其实自从知道傻妞真的回来之后，我就没打算跟她继续发展下去。是王天霸说他们受了傻妞的委托来促成我跟小千的事儿，所以我才。前两天话梅给我打电话，我才突然意识到，其实是我们一直忽略了小千的感受。傻妞一直在这儿，时时刻刻都看着他，他怎么可能坦然的跟我谈恋爱呢？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，小千的妈妈得了脑瘤，很快就不行了。这是老人最后的心愿。我奶奶得了脑瘤。再犹豫了，你必须要照你妈妈希望的那样做。傻妞，我妈得了绝症，我想知道她有没有死。她是不可能活到2060年的。那她能活多久？这是你妈妈的隐私，傻妞不能说。小千哥哥，你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上，在你的生命中，除了爱情以外，还有责任。你不是因为你妈妈才娶楚楚姐姐的。这只是因素之一。其实，你并不是一点都不爱楚楚姐姐的。当初要不是因为傻妞的出现，也许你们两个已经在一起了。最重要的是，从结果来看，你们已经结了婚，并且有了孩子。楚楚姐姐为了你得了那么重的病，差点死掉。虽然是小五的错，但也都是为了你。你和楚楚姐姐结合，是傻妞希望的，也是所有人的心愿。如果小千哥哥真的一个人生活了50年，就是傻妞
毁了你的一生。傻妞担不起这个责任，傻妞会有很重、很重的负罪感。